你挑一个。哇，你看你挑，今天挑一个。哇，盘不动。里边还有，你能吃吗？你这。看，草窝边，瞅，这条。哎呀，这条大了呗。没跑了，刚差点跑了，又抓起来了，那几只已经撵着。哎呀，这条大，这条有个五六斤吧。赏他一条小鱼，把他嘴里那个再赏他一条，他抓的。赏。给他捏进去。好，去吧，继续加油，还是草。老大，我那是没吃。大的给你拿走了，吃几个小的吧。吃饱了没？还要吃啊？噎住了，又噎住了。好。一口一口的嚼。你品完之后你再品。你这吃的啥卤水啊？你摔的那都是。啊，你吃。看这有多大啊！不行。家人看这有多大啊！三个鱼鹰都不松。挂勾住我勾上。你太笨了啊！搂起来。咦，好，这回怪成功。也可以。是吧，宝宝？哎呦，盘！哇，你睁大眼睛看这里，看这条鱼白不白亮，漂不漂亮？看这水，哎。大美巍山湖户外鱼鹰捕鱼。鱼鹰学名鸬鹚，是最传统的捕鱼方式，也是这个被评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特别特别精彩。用鱼鹰鸬鹚抓大鲤鱼、大黑鱼，双击加个关注，每天直播，特别特别精彩。大鱼，太棒了，宝宝！脖子还没弄开呢，咽不下去。宝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宝，还不行，还再给一个，够着渔网了。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喜欢户外鱼鹰捕鱼的，双击加关注，只有双击关注才能看到咱们精彩的直播。又抓起来了，看这条鱼厉害了，赏。倒了个弄啥，搂起来。哎呦，跑了，没跑、哎、想跑了。哎，搂起来了。哎呀妈呀！看这个怎么样？突如其来的大鱼啊，抢夺，太抢夺了！哎呀，这几个人一起抢，几个人？够了。展个翅。在这儿了，我看见红色的大性感的大嘴唇，我跟你说，
哎呀哎呀，看这颜色，看这身条，排场不排场，漂亮不漂亮？咱们看这是什么鱼？哇哇哇！你这笨蛋，你这笨蛋！揍你！揍你！喜欢户外鱼鹰捕鱼的双击加关注哈，咱这个大美的微山湖户外鱼鹰捕鱼也是最传统的捕鱼方式，也都是鱼鹰也被评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距今的话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，双击关注就能看到咱最精彩的户外直播。鱼一条，漂亮，姐姐，啊。一个一个胆小，觉悟出神，乖了，我让你觉悟吧，乖，再忙了。微山湖户外鱼鹰捕鱼，喜欢的请给双击给关注啊！咱这个鱼鹰抓了一条鲤鱼，喜欢户外鱼鹰捕鱼的双击加关注，只有双击关注才能看到咱最精彩的直播，特别特别精彩哈！争夺战啊！你拿着我悠悠的扔，看他吃不吃？悠悠的扔，看谁抢你。疼着！寻哪一条啊？看你聪不聪明啊！哎呀，你可以啊！这条能吃得下去吗？都干掉了呀！这干了，不要吃了，吃这边一条，还要吃，你这太坚强了，都硬掉了，能吃得下去吧？喜欢后边螺丝，点个双击吧。哇塞，你厉害啊！一天没吃油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吧，一口一条啊。喜欢后边螺丝捕鱼的，点个双击，点关注。过两年带你们户外。首先我祝福那些点进来的朋友，无论我拍的好与坏，你们都支持我，为我点赞，我无以报答，只能为你们祈福一生平安。来了没有？好了。呦呵呦呵，哎呀跑了。呦耶耶鱼嘞鱼。龙我家多大一个嘞？你看，一下上两条，一下上两条。漂亮的嘞！看他吃哪一条啊？这么大，你能不能吃得下去呀、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厉害了啊、哦！一口就吞掉了。喜欢户外螺丝捕鱼的，点个双击，点关注啊！过两天带你们。你看这几个人抢，我不知道这鱼有多大。至于那几个人抢啊，还行，慢慢当当。啥好鱼看两鱼，也拍上了，哎，弄去吧。看，这里在上鱼，我伯伯那里也在上鱼，我三叔也在抄鱼，那个叔叔也在抄鱼。这一场鱼货特别多，朋友们赶紧进来看看直播啊！哎呀，上鱼了！这啥鱼呀、啊？我咋是旁透嘞？这只没抓，上来要上来了。这只上来要上来了。他说：“给我个小鱼吃吃啊！”你看，一直在跟我爸要赏，是不是你抓的你就过来要赏？来。
我都看见了，是两只鱼鹰搁那儿逮的。后来几只鱼鹰过来，人家那两个为了抢鱼货搁那儿打架了，鱼在这儿了，鱼都扔了，在这儿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看这鱼的身条，哎呦，这鱼身上弄一身血。那俩还在打架，那两个鹰啊，因为抢这个鱼还在打架。你看这个，人家又去抓鱼去了啊。行了。